老細，有冇 WD back 嘅 SSD 啊？南航先生，你要不要看我们 SN 八五零啊？去年年底上市的，速度提升非常多，现在还有散热片版本的。咁具体有啲咩提升呢？那它主要就是速度提升很多了，它读写速度都很快，读取速度呢最高能到7G每秒。你看你要下一部蓝光电影都不要10秒钟的。它有 RGB 马甲板，带了 RGB 灯的，不但更炫酷，还有更好的散热表现。嗯，我考虑下。靓仔有什么好想的？是 WD Black SSD， 哎呦！都往这里看，行业旗舰的标杆 PCI 雪翼 3.0 很不一般，每秒3GB， 你确定真的能用满？但送到姐这里来，完全都不够看。雪翼 4.0 你用一辈子用不完，至少能陪你5年，姐还能在一线玩。数据快到飞驰，在座的各位不太行。看我超高速度，在座的各位不太行。一秒能传7G，在座的各位不太行。陪你玩个游戏，就像高速开飞机，你的 RGB 别再丢人的亮起，就做个炫光，那么普通，那么自信。金属马甲哪有我制服给力？没有你的空间，快闪到一边。你所有的武器我看都不看一眼，这里是850最快的 SSD， 炸裂的速度并不是我的唯一，只要买我回去就能当最快玩家，只要手速过硬，3秒1级试试吧。让开，把 C 位让给本宫。3月份刚预售，人家瞬间被抢空，识货还是很多，都选我炫酷版。炫光时代以来，倒泥土的像是土特产。7G的高速，说的好像我没有。姐姐的功能，我也一个都不会少。多出3个字，那就是比你高级。别在那里不服气，让我们来比一比。6边形的镂空，热情和空气碰撞，材质磨砂铝合金，全能拒绝我的闪亮。最酷的装甲，唱最炫赛博风。打开 RGB 看，换谁装甲也得懵。就算没有散热片，我读写也很屌。顺序读写的速度，我7000兆每秒。再来顺序的写入，也轻松5300。就算写入有升温，但我也不降速，价格也很优惠。谁能比我更温柔？如果你够务实，定我必然不发愁。再让我看看你的灯，还有软件操控，我即插即用，上手无难度轻松。喜欢低调务实，那就来选我吧。喜欢会过日子，那就来选我吧。你看着我的灯，你就是在嫉妒，我会嫉妒你挂彩灯。那太没有技术，操作用软件是个性的象征。 RGB 引领潮流，那就快来一起疯。姐姐你先别跳，看我也是祭祀，总写入数据也有 1200T， 就算减 4K 老闪用到40岁。装甲的外衣还是我更潮更妩媚，你也用笔表盘，所以何必怼我。看这么多信息，咱一起分解。比你还多了 RGB， 个性的象征，它从来不容你质疑。静态呼吸闪，酷炫随心选，请快点退下，千万别不知深浅。Time。